祝贺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我是A 加七这个祝贺呢的主任委员，第八届的主委。那么因为我个人呢刚从上海回来，就被选上主委，对设计本身呢不是很熟悉，但是我们的委员呢都非常合作，非常的努力，在为设计做服务。所以说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也举办一个难得的这个晚会，这个中秋节的晚会呢，这个用烤肉的方式来举办。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很愉快的在这边用餐。今天晚上呢，除了我们的烤肉餐点之外，还请来了乐团来助兴，希望大家晚上呢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大餐。那么谢谢各位，并祝福大家，这个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！人员乐团员，谢谢大家。要烤肉的人。